高雄市这位长期失业的吕姓男子，这个月一号因为晚间跟女朋友借钱不成，一气之下居然趁女友熟睡时拿着水果刀猛刺女友三刀，直到四天之后才被死者女儿发现，但尸体已经腐烂发黑，而案情一度陷入焦灼，后来才发现是同居人下的毒手。就在死者头七当天，嫌犯落网，还这个还死者一个公道。